修复一段影像，跨越时空观历史。欢迎观看本期的探影局档案。本次修复的是1922年广州地区的真实影像。此年5月，孙中山在广州以陆海军大元帅的名义下令分道出师北伐。次月，陈炯明在广州发动武装叛乱，围攻总统府。一起来看一下98年前广州的景象吧。
上今日头条，观看更多探影局档案。